非凡同气连枝，蔡上公有事，即大家有事。如今只有靠四房齐心，向太皇太后跪求，恳请太皇太后释放蔡上公。事到如今，唯有兵行险着。六公公，做咩喺树闪闪烁烁探头探脑啊？奴才打扰太皇太后，罪该万死。奴才本身谂住等太皇太后用过早点，先至嚟通传。睇嚟打扰哀家嘅系另有其人噃。禀太皇太后，上公局谭思善、胡思切带领四房宫婢齐集宫外，要求叩见太皇太后。不会见你哋嘅，你哋走啦。上公各四房齐集，系想同太皇太后讲蔡上公嘅事，麻烦同我哋再通传啦。你哋话见就见噶啦，仲话要讲蔡上公嘅事，知机嘅就快啲走。如果唔系激嬲咗太皇太后，仲大罪。呢个就系太皇太后嘅意旨。太皇太后真系咁讲？你咁讲，即系话我假传意旨啫。我再讲一次。太皇太后是不会见你们的，仲快啲走。我哋见不到太皇太后是不会走的。上公各四房，上下一心，跪求恳请见太皇太后一面，否则长跪不起。好啊，你们竟然走到寝宫面前撒野，齐齐要挟太皇太后。四房不敢，我哋绝无不敬之意。好，你们喜欢跪的就跪到够了，看看你们有多少决心。你醒啦，好啲未啊？啊，上公大人，你成晚照顾住我。系啊，翠云同我两个照顾你。翠云啱啱先先闭目养神啫嘛，全靠佢酿咗碗粥俾你食，抵肚饿咋。你睇下你两姊妹啊，旧日嘅事。還記掛住嚟做咩啊？就算記掛十年廿年，都係於事無補嘅。大家身為宮婢，出宮嘅機會就渺茫。無論相知定係交互，情義係深定係淺，到頭來咪又一樣化成灰，歸處於個枯井。頭先咧，我聽到個守衞話俾我聽。话谭思善同胡思切咧带领四房跪求见太皇太后啊！佢哋咁冒险为咩啫？无非系为救翻我哋，救翻上公阁。其实大家身处宫中多年，明知道系一人惹祸就众人获罪噶啦。如果你两个唔系被仇怨蒙蔽，当时发现账簿嘅时候，肯大家讲清楚，咁就会知道俾人哋陷害噶啦，就唔会搞到今日咁嘅田地啦。系我唔啱，累咗大家，系我累咗四房，系我累咗上公大人你。而家明白就得啦，以后千祈唔好再重蹈覆辙啦。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以后啊。已经好几个时辰，你哋一定好疲累。多谢太妃娘娘关心，无论要跪几耐，我哋四房都会坚持到底，
一定要见到太皇太后为止。希望太皇太后体谅我哋嘅苦心，并请太妃娘娘相助，向太皇太后表达我哋嘅心意。你哋放心，哀家一定恳请太皇太后网开一面，释放蔡上宫佢哋。喂！喂，你哋咧真系谂住跪到见到太皇太后为止啊？系啊，王爷。吓？咁如果见唔到佢嘅话，咁咪先知嘢起身咯。我哋会一直跪落去噶。计我话，一日都系嗰个徐妈妈狐假虎威，都唔知道有冇向太皇太后通传到噶。咩话？佢咁大胆？佢份人啊，有咩做唔出啫？睇佢几时俾天收啊？收我定收你啊？你个贱婢啊，竟敢咒我！今日唔长个嘴啊！你系唔识得学乖嘅，牙尖嘴利。今日如果唔好好地教训你，我仲有定企啊！同我攞针先嚟。咁多嘴啊你，我都乱埋你个嘴。一针一针将你个嘴乱埋，等你以后仲敢唔敢话我？唔好啊，徐妈妈，徐妈妈，何必同我小屁斤斤计较呢？计较？是他跟我计较啫，系都要鬼到唔走，仲咁斗胆话我。总之多嘴咧就要乱。老爷，乱得好啊！阿徐妈妈，咁即系唔系咧？边个最多嘢讲嗰个？就亂邊個啊？係啊，邊個多嘴咪亂邊個咯！捉住佢，捉住佢啊！快啲啊！最多嘢講嗰個係你。嗱，你話噶，邊個牙尖嘴利罰邊個啊嘛？呢度冇人出聲，係得你最牙尖嘴利。今日我唔好冇收拾你嘅話，我仲有定棋嘅。唔得，等我親自喐手。到時啲唔好喐啊！冇啊，冇啊，冇亂我。走！冇啊！你唔好走啊！你好乱我个嘴！冇啊！你唔好走啊！你君王唔好咁啦！但系我咪乱佢个嘴喎！放肆！蔡上公捉老太皇太后，只是想维护下属，望太皇太后明鉴。三日之期仍未满，望释放蔡上公，为属下洗脱冤情。大胆奴才，证据确凿，仲响住抵赖，以为咁样就可以逼哀家就范？你哋全部同我听清楚，哀家今后一开，冇人可以改变。期限一到，钟雪霞同阮翠云都要处死，蔡仲平你要撤职查办。太皇太后请息怒，唔好为咗呢啲小事激坏身子啊！你哋中意跪嘅即管跪落去，哀家就想睇你哋跪得几耐。妹妹，陪哀家去御花园赏花啦。妹妹从命，太皇太后起驾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吴子密，我系张景顺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